寄来的包裹。黑木耳，白木耳，一袋不知名的东西。还有这个银铃卷豆皮，干香菇，请我妈妈在超市买的桂花酸梅汤，然后还有青草茶，因为夏天日本会非常的热，所以就请他帮我买了这些。哦，然后还有这个，为什么是胖大海而不是彭大海？绿豆跟红豆，因为刚好有东西要一起寄过来，就请他们一起寄。然后还有这个可以自己煮珍珠，这是奶油。Every second, every day.